女明星们时刻都要美美的，哪怕寒冷的冬天在室外出席活动，也要穿上轻薄漂亮的礼服。真是受苦啦 ，Tilda 要说最保暖的衣服，非羽绒服莫属。但羽绒服太臃肿，正式场合根本没办法穿。今年羽绒服品牌 Moncler 与时尚老牌 Valentino 合作，设计了一系列羽绒服礼服，不仅暖和，还很时尚呢。时兴向下三角模特儿们被羽绒服礼服层层包裹，看起来很温暖。时兴向下三角羽绒服礼服做成长裙的模样，裙摆宽大，非常灵动，还有华丽的披肩和斗篷。时兴向下三角羽绒服礼服的颜色也很鲜艳，多种色彩让这些礼服看起来雍容华贵。时兴向下三角上面这里羽绒服礼服都太夸张了，平时没办法穿出门，下面这两件就低调多啦，既有造型又保暖，绝对是冬日必备。如果女明星们出席活动的时候都穿上羽绒服礼服，那画面一定很魔幻。今年冬天的保暖策略就选时尚的羽绒服 Latilda。 来源 Deeply